好，不过接下来看到这是名模林志玲，魅力呢连大陆无法挡了。大陆网友还有专家共同票选出两岸三地最具影响力的女性，她深受大陆网友的喜爱，获得票选最超然脱俗美的女性。看到她呢从关锦鹏导演手上领取这样的淡定之美奖杯，她说：“我非常喜欢当女人，我想一辈子好好回馈这个时代赋予的一切。”她说她的偶像是奥黛丽·赫本，因为拥有爱与勇气。其实关锦鹏曾经和林志玲合作拍广告，就关锦鹏说他记得林志玲当时频频 NG， 但是一直微笑有礼貌的回应要求，让他没有办法发脾气，也对敬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